顶级小叶紫檀念珠是以木雕大师江中后雕刻紫檀神像所裁切的边角木料为素材，再经过多道工序制作而成，所以珍贵难得且充满能量。小叶紫檀生长缓慢，加上会散发淡淡檀香，又被称为檀香紫檀。只有500年以上的小叶紫檀才能用来雕刻神像。江中后大师在雕刻神像之前，都会先将小叶紫檀经过净化、过火等加持仪式，再进行雕刻。因此，雕刻出的神像特别的临危显赫。所以，一样经过这些加持仪式再琢磨而成的小叶紫檀念珠，更是充满能量。这也是许多修佛高僧想要拥有的梦幻念珠。他们深信，用和神像同一个木料的佛珠是和神明最直接的连结。用这样的佛珠诵经，能将佛经的功德放大数倍，直达天庭。许多明星艺人会将紫檀念珠当作饰品佩戴在身上，不仅时尚，更是辟邪挡煞的圣物，更有让人感到心平气和、稳定能量的功效。建议的佩戴方式是：先戴右手，释放负面能量，再戴左手，吸收正面能量。小叶紫檀顶级念珠，王者之木，绝世珍稀。